金湖，金湖，你醒啦？哎，打阿信呢啊？哎，乖的。金湖回来了吗？听声就知道啦。哎，回来了，你咋的了？不吃啦？你刚才吃的不挺好的吗？老雪来了。干活，老雪，收拾上。干活，我得干吗？要干活。嗯，干活。哎呀，金虎干活干得好的。嗯，快吃吧。嗯嗯嗯、王雪一来你就老老实实的啊，你是欺负人你。你说欺负我啊，你欺没欺负我、啊、你吃吧，你吃啊，继续，刚才表现多好啊，继续吃，哎，继续吃，小姨快点，金虎，你刚才吃的多好啊，啊，你干啥呢？你吃叶啊，不吃竹笋那吃叶，竹笋和叶儿都不吃啦，啊？你想成精啊？嗯？来来，你在干什么？嗯？那、哎、你赶紧吃叶，哎，那个叶可好了。告诉你啊，这王雪给你的叶，你看啊，你可都给吃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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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又不吃了？他一会儿回来了，王雪一会儿回来了啊。那你吃笋，笋呢？笋吃不吃？啊，对。这是皮儿，这皮儿你能吃吗？你不能吃啊，对不对？跟这个，给这个，这儿，咬住。你个熊孩子。还没弄好呢，你等一会儿吧。还没弄好呢，啊，那零食还没弄好，你先吃一叶。你扒拉扒拉也没用。啥？看见了吗？我叫王雪来喂你。雪，你不喂他，来，你被王雪嫌弃了，也就我吧，不嫌弃你。啊、来，先吃个这个。哎哎，好，摸个小鼻子，摸哪去？摸鼻孔眼里去了。哎，好吃。嗯，好，再来一块小桃子。哎呀，好吃的。吃过这个吧？吃这个，吃个馍馍，咬住。看，金角大王。我们是金角大王。好看的，金虎是金甲大王，是不是啊？金虎，你做好，嗯，这个，这姐夫，那这个。
这个我感觉这个我怕它顶不住啊，太沉了。等一会儿哈，来再吃个馍馍。哎，这能锁锁还要、啊、怎么回事？你等会儿啊。哎，你看看，你看他在干嘛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发现啥了？怎么了？嘿，嘿，截胡，过来，你坐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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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等会儿哈，来，吃个这个，啊，来，咬住了，哎，咬住，嗯，好，来，戴上，你戴鼻子上了，哎呀，你姐奶爸太笨了，好，好了。哎，这带不稳当，这个能稳当点吗？这个进不去，这个进不去啊！这个太沉，进不去这个。那我得看看姐，等会儿。就刚才那个稳当，哎，是吧，金虎啊？刚才那个最稳当了哈！哎呀，大虎。给你个吃的来，给个这个，来，好。先给块饼。等会儿，给块饼吧啊。饼没有了。饼。给个苹果。给个苹果啊，苹果我怕他拿那个手里。不能。金果吃个果果啊。来，吃个果果来，拿上。哎，吃。咬住。吃。哎，给你的。嗯。好嘞，这把是银角大王。顶住了，金果，你往下点。你往下点，金果。哎呀妈，顶上有个劲儿，不好顶。哎，好，哎，妈，摆上了吗？没摆上。这是啥呀？法官。这是啥呀？这是长了个大包呀，法官。哎，好看，哎，妈。扔了，你给它拿起来，它啪就扔了。你不吃呗？啊？都给你学好了，你不吃？王雪雪的，我可跟你说哈，啊，王雪雪的你也不吃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是长能耐了呀！你看他非常气愤的把那个扒了一边去了，你看看，哎呦天，你看看你嫌弃的，好，你咬吧，你不听话就不理你了。好，那你不听话吧，啊，你不听话吧，爸，我走了。你还厉不厉害我了？啊？你还厉不厉害我了？啊，小燕，你看又装小可怜样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你继续厉害哈。不可能的，你厉害吧？啊，你厉害吧？好，你厉害吧？我去陪飞云玩一会儿去。我去和飞云玩去喽。啊，我去和飞云玩去喽。哎呀，飞云好看的，你看飞云，俺看飞云带你亲的。哎呀，把小蓝哥吃的，哎呀，吃的真好。哎呀，你看飞云带你亲。摸摸小脚吧，飞云。啊，飞云，小脚还干净。看他还喊不喊呼人了。拿钱了吗？你看。哎，妙音真好看，你看看妙音好看的。哎，妙音好看的，哎，妙音真好看。
孩这么好看呢？啊，绵绵就吃这么两口就打嗝了。啊，绵绵，你快吃，吃吧。那我给你一个小桃子吃啊，好不好？哎呀。小机灵鬼，真机灵啊！这些小孩怎么这么机灵啊？哎呀，剩下的是胡萝卜了。胡萝卜吃不吃？啊，不要啊！啊，胡萝卜没有苹果好吃。啊，真错了，嗯，这个这也是胡萝卜，嗯，好，嗯，我关门了，嗯，你好啦，1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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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，嗯，那你就不能咬栏杆啊？啊？你这是冷静吗？啊？啊？你这是冷静了吗？啊，你得乖乖的，啊，碰小鼻子来。哎，哎呀，好乖的，来，拿着，嗯，嗯。你吃这吃完这块我回去哈，妙音那块苹果还没吃完呢。你看人家妙音吃的一口一口。干啥去了？你看，金虎啊，那根胡萝卜都吃完了，我就知道回来呀，你这个苹果还没吃完呢。嗯。